这一一次退二呢，就那是好，个然后第五然后届《Five Quick Tuesday》那个建筑猜谜和菜渣的建筑大赛合并举办，它是第33届，我们是第五届。然我后现第在一有场参鸡巴加的有刚刚的钻石口袋自己介绍，然后鱼竿也有参加，还有 我巧是克力，红丝口袋的对，它是红丝口袋，钻还石有巧克力，我刚刚巧克太力，快了，什我们么东西是答地洞错口了？袋的，还有可谁能在啊？还洞有谁啊？我忘记了、欸。哎、欸，有意瓦的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预言口袋，没尿尿，哦，没有有口布袋，勋预言口和袋，哈基也是红石的，对。挡路口对，袋，然后还有谁？我这是忘记，还有一个是拦谁？路，我，哦，还有繁星，对。所以对啊，说题题目目呢？呢？哎，光题目，减肥不是的不方要，法，哇塞，我要厉减害，怎么？哎呦，我现在减肥，真的所减以。肥的方法吗？搞不好可以，搞不好盖建筑的过程中有什么灵感？好，可以请别了一教我下吗？哈，你可这以题请方教法我。要字数吗？我认识你以来，你根本就没有变瘦，也没有变胖，没要有先字，feel。我是维持得很好，好不好？那就表示你原本就没有在胖啊，你是因为你吃太少，好不好？我才不要过这种无法享受美食的人生。我怎么觉得这一题我会被攻击，而且我没有玩。为什么减肥的方法会攻击到你对啊？呀、啊，为什么你会对减肥啊，的呢？我是做胖的方法才会攻击你你知道以你是说前，减肥的方法是啊，跟阿静合照吗？没有这种事吧？做减肥失败的方法的话，你可以跟刚他合照可是不是想以。跟我合照？你刚刚是不是想跟我合照？好啊，不限制啊，不限制数，来吧，减肥的方法，减肥的方法。好，那我们观众先离开啊，我想我已一经下。想到了。你已经想到了，果然是常常有减肥的人。拜阿敬为师，减 就肥难怪我都是，我都没有想到，完全没有任何想法哎、欸。我现在，鱼竿，你刚讲什么？鱼竿，你刚讲什么？因为我说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年底再去一次？你知道，我觉得肠胃炎你要待在这个通话里面呢、欸，不然可能会错过很多东西。不会啊。没关系啊，观众其他观众会给我记录档啊，我也可以看记录档啊。台中很近啊，台中我家离工作室很近啊。哪一个明明就是很远？有些时候发生一点事情，总会变得特别快，为什特别么？急。他的肾上腺素会爆发。第一题哦，哎，表演团啊，原来是我的啊。多喝水，多喝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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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什么水，啦？喝水，喝水。看不到字啊！是啊，多喝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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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水。那为什么跟阿静有关啊？阿静有什么关？谁干的？这谁出的题目？我稍微拿出来看一下。这一定要给阿静。多喝水，多喝水。为什么有阿静呢、啊？不是，我觉得阿静喝水很好啊，为什么不行？阿静喜欢喝水啊，我看他很常喝水。你是要跑吗？像阿静一样，一天喝6瓶矿泉水。繁星，啊，他就盖阿静哦。记住啊，我觉得阿静可以说话哎、欸。啊！谁盖的？阿静盖的。好，自己想啊，自己想都谁盖的，谁出的、啊？阿静住。阿静一个算账啊，一个一个算啊，妈，就是你看7题题目，6题全部都是我哎。你可能算不完哦。多喝水，阿静多喝水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不是。多喝水，尤其拉肚子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。没那么多哎、欸。是我盖的、啊，这才住。多喝水。是谁啊？你盖的烂，好不好？秋风，你盖的烂。这个很烂哎、欸，总比那个塔住好吧？阿俊住好吧？阿俊住不错啊。你多喝水，下个盖的。刚好阿俊现在拉肚子。盖就把阿俊盖出来啊！你完蛋了，他已经去喂你喝水。他到时候一定会灌你们喝水。这题是你说的、啊。什么啊？深蹲下去减肥操，为什么这个减肥？巧克力干是什么鬼东西？深蹲下去减肥操，为什么都可以减肥？深蹲可以减肥啊！深蹲怎么减肥操？减肥操，深蹲太简单，这就加一个。会又跟阿俊有关？怎么要盖阿俊？阿俊，巧克力不是你盖的吗？这不是我盖的，明明就是你盖的。这是哈基盖的吧？是，这是哈基。这不是，你干脆比哈基盖。但是你不要以为你没在台中就可以这样啊！因为我前面杀阿纪，那你应该杀了阿纪，阿纪不是？肥皂哦，跟你太会啦，应该没猜出来吧？你猜对不对？你知道肥皂哦哦哦，唱一首好不好？你唱得出来吗？我唱不出来。哦哦哦哦啊！好长啊！哦哦哦哦，
我靠，欧洲的会收了哟！哇哇哇哇！我靠，怎么不打欧洲的欧啊？白痴！天哪，这真的是肥皂，我以为他在看手机，然后再跳郑多燕。另外一种啦，这是什么蹲啊？跳郑多燕，是我猜的。为什么变成裸体？裸体跳郑多燕，繁星盖的裸体，告诉我跳郑多燕，跳啊！他盖裸体啊，我怎么知道？你好会猜哦！郑多燕，我以为我会猜得很棒、欸。I want to fuck your motherfucker family all the night。不可以跳成这样啊！这是谁盖的？跟我讲一下，这是谁盖的？最后是我盖。太偷！你们真的都把阿俊盖成电池头哎、欸！看颜色就可以分辨出来了。我猜的，这是我猜的。你好贱哦！你只要黄绿黄就可以了。我底跳太厉害了！哦，是这样子哦。因为怎么这样子？哇，学到了，学到了！这是什么霸凌现场？把钱给别人，没钱吃饭可以免费。这是我出的，这是我出的。但是我盖的还没有我啊！没钱吃饭可以免费。为什么要啊？惨的我。这是怎样？这是鱼缸盖的吗？把钱给阿阿进。阿肥。谁盖的？盖的，干盖的，干盖的。哦，没有，对，我只是想表现出把钱给身边的人，然后阿俊说要盖我。阿俊就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，所以我第一个想到他。那为什么你连这个都表现出来了？阿俊做的感觉好像那个腹肌很大。你为什么连这个都表现出来了？腹肌跟腹肌，哎，这个是一定要有的，好不好？没有的残废。哎，跟旁边的人比起来，阿靖怎么感觉变胖了？哦，凸显是阿靖有很多钱吃饭。你好像强调那个人有多瘦。给别人钱的那个人太瘦了，是强调这个。阿靖是正常的。阿靖，那是马赛克跟口罩吗？把脂肪卖给阿靖，这是把脂肪，这减肥方法，把脂肪卖给阿靖。谁猜的？谁猜的嘛？为什么？阿俊，你猜什么了？我没有，我只看到怎么盖怎么盖嘞。那你头发盖反了啦！我给你巧克力哥 ，Oh my god！ 你是盖反的啦！哈哈哈哈哈！巧克力买肉哎？为什么阿俊要买肉啊？但是阿俊说买肉呢？那为什么阿靖这边那么宽？买了很多吧？因为他买了，对啊，买了很多。那是谁盖的啊？这个在减肥啊。所以你们可以盖这个。啊对。阿靖买巧克力的肉，可是盖的人好像盖反了。所以我就把它反过来弄好。啊，你好，在减肥啊！天哪！哎，这个太简单了吧？这是谁盖的？盖的。你怎么粉成这样啊？为什么只有？好难啊！跟他买肉。为什么阿金这边是三乘三？对啊，为什么阿金是三乘三？你不要问太多。好懒哦。没有，因为这是柱子人哦！我天哪！阿金在拆柱子。阿金在减肥。巧克力花钱请阿金不要吃肉。巧克力真的好懒哦，怎么变成这样子？巧克力花钱请阿俊不要吃喽。阿俊把它变成一根了。阿俊把它变成一根了，买到我最矮了。巧克力后面是谁猜的、啊？那一个最后的？那是巧克力的是谁？悟行在。悟行哦，巧克力后面是悟行。开门灯。看一下。泡面减肥嘛，没听过哎、欸。对啊，这个真的可以减肥，谁出题的？泡面吗 ？Ever you 一，这我出的、啊，木星出的。泡面可以减肥哦、喔。没有啊，那是新闻有报啊。而且这很不健康哎、欸。很不健康哎、欸。那就是一些特殊体质人。我懒懒到不行。你的难得没有阿靖了。难得没有阿靖，你去把它盖的这么烂，现在是没有阿靖就会盖得很烂，是不是？
试着飞起来，哪里烂了？试着飞起来，刚刚吃泡面。试着飞起来吃羊肉凉面。我想说，能要像的就是凉面呢，泡面哪有减肥、欸？但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羊肉？飞起来了！哇，为什么是羊肉？飞起来吃。他的碗里面有丢一片羊肉，哇！就你们那边乱，不小心的吧？还真的飞起来，然后吃羊肉两片了。吃的面有那么辛苦吗？拆铁人是谁？上面超多羊的，这个是面哦、喔，这个。天哪！刚刚那个哦哦的人，我刚拆铁人到了吧？刚刚那个哦。黑的力量让体重降低。哦哦的人吃了特制羊肉了。什么东西啦？用黑的力量让体重相对下降。有看完都花了快半分钟了。我就一直想说，这到底是阿进？可是为什么变成阿进啊？然后掉肉？为什么又变成阿进的人呢？他刚说哦哦哦的人啊。刚一听是哦哦哦的人啊。太反常了。的刚刚那个哦哦的不一定是，这两个不一定是阿进，这是什么？旁边这两颗是什么？是羊肉炉吃到升天变为瘦天草，肉掉下来了，因为已经没有电了，已经没有电了，然后还掉肉啊！哇，已经变羊肉炉了，变成为瘦天使，瘦天使，至少是升天好不好？至少升天了。升天就会变瘦啊，大家都知道。你们都要升天啊，全部啦！哈哈哈哈哈！嘉怡，嘉怡，不要碰，不要什么？不要碰大饼！不要碰大饼！最最巧克力啊！不要碰大饼，巧克力出的。对啊，就这样。好吃饼干确实可以减肥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啊，还不哎，结果现在一变超正常。吃饼干，木星盖的，拿我猜的。要吃零食，不要吃。看多正常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好猛哦！这两个人是谁？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这里面一个是乐事，一个是品客啊。哦，尴尬了。然后地上有巧克力啊，然后有小蛋糕。这是乐事哦。然后前面打个叉叉。好猛哦！我还以为那个不准吃零食、品客、蛋糕、饼干。这真的连这些都猜出来了，厉害哦！全部都猜出来，猜这些东西哎，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最尴尬的我是谁啦？巧克力吧，这种卡住的应该是巧克力吧？我出题的不是我盖啊，这是菜渣盖的翻新菜了。不要吃零食，吃大便就可以减肥。哦，菜渣盖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教坏小朋友啊！你是吃大便。为什么要有塔柱啊？你们的人都已经进化成塔柱了，是吃不胖的体质，这谁吃啊？过分了啦！哎，你不要打了，还没看到啊！哎，还没看干嘛？太快，太急了！快，这我干的。哎，你们真的太简单了，我看不出这是阿进呢。没有，他没有这个体质。人家这些东西还是这个人吗？不要像阿进哦哦，这样胖的食物，这也叫减肥法？哎妹，大加大等于大，报应！阿进有暴饮暴食吗？这是我盖的，又出来啦！哇塞，那个木星猜嘛，这个我盖的，好多肉。然后而且我刚把他下巴这块打掉，他一直到胃里都有肉。哇塞！你看我盖的多好啊，暴饮暴食到这种地步了。哇，好细腻哦！哇，里面都是肉哎！你看我还是让他让他走很快，感觉很多。走一天啊！哇，好会哦！哎，这好用心哦！不要像阿进那样吃东西。今天一堆阿进嘴巴进进出出，真有趣。不要像阿进一样吃东西。哇。鱼竿猜的吗？阿进，那个是，对，鱼竿后面是怎样？鱼竿后面阿进盖这个真的是太棒了，是阿进超可爱。这是谁盖的？我盖的。阿进，原来就是在我后面那个。不要再看阿进吃吃吃。你是说你吃吃吃的那个吃吃吃？对啊，这一集是阿进吃吃吃。
吃根本就不是减肥方法，就是阿进吃。我要你们明天早上都要收船票了。好凶哦，好凶，可怕的，好太强了啦，太强了，这已经快扎出的，我就看超久的哦。那天我遇到了阿静，我心里想你要成为像阿静一样这么饿的人。对，但十年过去了，我真没办法像他。你不怎么吃啊？减肥方法？你在说什么东西啦？就说这不是减肥方法。十年。这算什么减肥方式啊？太高了。哦，那是十年歪。哦，十年哦。那个爱心什么意思啊？他有心啊，心里想啊。心里想，好难意会哦，太难意会了，太渣，你是太渣，你们这塔柱人实在太简略了吧？塔是我，有叶子啊，他拜阿静为师，但背对折，我猜的，不用拜，不用拜，现在就可以，背对折是啥？背对折，我变这样，我出现了。你只是被连累了，这个你这个是真的，因为我原本长得歪，原来你原本长那样，对折之后变得这个是谁盖的？这个是我悟心盖的，悟心盖的。哎，悟心你也学坏了，你为什么也盖塔柱了呢？因为我看前面都这样盖啊，跟我一模一样塔柱了。减肥，什么叫不要脸减肥？我猜的，我猜的。你看他少了一半的脸，不要脸，好丑！不要脸，不要脸，少几少一半的脸，玩了这么久才最后一题没有讲到我哎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是什么？最后猜什么？不要呼吸，猜到我那刚刚看着猜到挖鼻孔是什么东西？不要呼吸，什么东西？不要呼吸，猜的哦，闻到怪味道，看菜渣挖鼻孔，那是减肥？是要被减肥吗？要怎么减肥？对呀、啊，题目没有围绕减肥。有些人说呼吸就会变胖嘛，所以不要呼吸就可以了。有。可是菜渣的题目完全没有跟减肥无关哦。为什么要把我盖成这样？哎、欸，你很帅、欸，你还有三个脸，他又不要脸，他还有脸、欸。在问鱼竿说你怎么把我盖成？你有没有想过大家把我盖成？不是，你先想想。刚刚说减肥的方法的这个题目，这个题目是减肥方法，可是你出了什么？啊？对啊，遇到想这么减肥完全没有。对啊，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，所以我就收了。反省你干嘛？然后被对着。不要再玩他的那个了。我也不懂。这里面还绿绿的，是都没洗澡吗？不要，可以下一届啦，下一届。等一下，给我重开喽，给我一分，等等，给我一分钟。你要截图吗？好了，等就好了。OK。阿谦，哎，你这样是生病了，你这样是生病。乱改我，好坏哦。是啊。你这样子的颜色是生病了吧？改成阿谦的啦。好喂，阿谦的大便。好了，你们两个一人一半。一人一半。什么东西啊？